米糠由变频喂料器均匀输送入斗式提升机。斗式提升机将米糠提升至米糠暂存罐，米糠暂存罐保证了后续生产的稳定性。米糠从暂存罐出来后进入计量秤，精准记录加工产量。计量后的米糠经均匀喂料器入清理筛，驱除米糠中的杂质，清理过的米糠进入斗式提升机，由斗式提升机将米糠提升至滚筒磁选器，去除铁杂质后进入分料双层刮板，通过分料双层刮板，米糠分配给糠稀分离筛。米糠分离筛内部分多层不同网格筛，筛体通过圆周运动，米糠穿过不同筛网后分离出来碎米、米稀、米糠。碎米通过米稀、碎米收集刮板进入碎米、米稀暂存箱内，净糠通过净糠收集刮板进入调制锅。米糠调制锅为多层结构，锅底夹层喷入蒸汽，使米糠进行软化加温。软化后，米糠进入白刮板输送机，提升至膨化机喂料角笼。喂料角笼均匀地将米糠送至膨化机，米糠通过膨化机内部螺旋挤压剪切产生高压状态，通过出料口喷出，变成多孔状态，有利于后续溶剂更好地萃取。膨化料落入一楼逆流烘干机，逆流烘干机内部配套均匀布料装置，通过热风去除膨化料中的水分，达到最佳入境温度和水分。膨化料由刮板输送机送入入境车间，水平刮板后料入境出车间。预处理车间来料由水平刮板输送机送入密闭螺旋输送机，入境料由输送机送入存料箱内，存料箱内部设雷达料位控制，由料位控制环形进出器变频电机转速，入境料重新排列重组，内部设计有可自由调整料位高度防不渗透装置，原料通过一周运行环形进出器出料口排出。湿粕由湿粕刮板输送机提升入湿粕密闭螺旋输送机，将湿粕送入 DTDC 蒸脱机内。 DTDC 蒸脱机由预脱层、脱溶层、干燥层、冷却层组成，各层设计自动料位控制。破料由 DTDC 蒸脱机出料口排入出破刮板输送机，提升入破库。高纯度溶剂油由第一级喷淋系统喷入环形进出器内，通过高纯度溶剂油喷淋的物料进入进出器低干阶段，环形进出器第一格及液舱浓度低的混合油，由一号溶剂泵从舱底抽出低浓度的混合油喷到第二格及液舱顶部物料上。依次类推，低浓度的混合油不断循环喷淋，萃取物料含油量由高到低，混合油浓度由低增高，高浓度混合油由环形进出器顶部第二格高浓度舱低，由混合油泵输送入混合油离心机，除去油中大杂，入混合油连续过滤机，除去油中细小杂质后，进入混合油暂存罐内。混合油抽出泵
将混合油抽出，经过毛油计量，由管道输送入预蒸发器内，通过 DTDC 蒸脱机溶剂气体热量给预蒸发器加热，混合油通过内部不锈钢裂管呈现生膜状态，由预蒸发器上部气液分离器分离溶剂气体。一次浓缩后的混合油入暂存罐，由一蒸抽出泵将油输送入混合油换热器换热后，进入二蒸发器，二蒸发器由间接蒸汽加热，混合油通过内部不锈钢裂管呈现生膜状态，由二蒸发器上部气液分离剂将溶剂气体分离。二次浓缩后的混合油入暂存罐，由二蒸抽出泵将油输送入气体塔，通过气体塔内部碟盘分流，混合油在不锈钢碟盘上形成很薄的膜，使浸出毛油进一步浓缩，达到浸出毛油国家标准。气体塔出来的浸出毛油由气体抽出泵输送入油油换热器，换热后进入毛油暂存罐，浸出车间破由水平刮板输送机送入破包装秤进行装包。浸出毛油进入精炼车间毛油罐暂存，由毛油泵将油输送入毛油过滤器内，过滤毛油后进入节能换热器内，干燥油与毛油换热后进入毛油加热器，将毛油升温后进入油酸混合器，油酸混合器内部加入计量配比好的磷酸与油，在油酸混合器内充分混合，酸链油进入酸化反应罐进行延时酸链反应，反应完成后油进入碱液混合器与计量配比好的碱液混合，充分混合后进入碱链反应罐进行碱液延时反应，碱链油由碱链供油泵抽出，将油输送入碱链油加热器内，升温后进入脱胶离心机，通过高速离心分离使碱链油中皂分离出来，进入一楼皂角罐回收，碱链油进入油水混合器与计量配比好的热水进行充分混合后，进入脱水离心机，皂水在高速离心力的作用下分离出来，皂水进入一楼综合分水箱处理皂水，油进入干燥油加热器内加热后进入真空干燥器，真空干燥器配套真空系统，使油中水分快速抽出，达到水洗油干燥，脱水后的油由干燥油泵抽出入干燥油罐暂存，由输送油泵将油输送入油油换热器，与脱蜡后液油换热进入脱蜡结晶氧晶罐，脱蜡结晶氧晶罐立式结构内部采用不锈钢蛇形盘管降温，配套 PLC 降温曲线，使结晶氧晶油达到最佳效果。氧晶油由脱蜡螺杆过滤泵输送入隔膜过滤机，蜡油经过膜过滤内部压榨，固体蜡由过滤机自动拉板打开，
蜡质脱离过滤机，落入二楼蜡油箱暂存。脱蜡油进入一楼脱蜡油罐暂存，由脱蜡油泵将油输送入油，油板式换热器与干燥油换热后进入油，油换热器与脱臭油换热后进入脱蜡油加热器内，将油加热升温。脱色白土由风运系统输送入白土暂存罐，白土通过白土地量装置计量白土后加入到白土预混罐，白土预混罐在真空状态下加入白土与油充分混合，混合后的油进入脱色塔，脱色塔配套真空系统，采用无动力结构干蒸汽搅拌，使白土充分与油混合，混合后的脱色油由脱色油泵输送入叶片振动过滤机，叶片振动过滤机内部采用不锈钢304滤网，脱色油穿过过滤网后由导油管导出后，内部通过压缩气体吹干白土后，过滤机下部接料阀打开后排入一楼废白土暂存间。脱色油进入带式过滤器进行二次过滤，过滤后油进入吸气罐，在真空状态下除去油中空气后，由吸气抽出泵，将油输送入二台油，油换热器与脱臭油换热后进入导热油加热器，与高温油换热后进入物理脱酸塔，脱酸油进入塔内后通过分油器将油均匀分开后落入塔内波纹填料，油在填料上形成很薄油膜，脂肪酸在塔内气化，由真空系统将脂肪酸气体抽出后进入脂肪酸冷凝器内冷凝回收，脱酸油由脱酸油抽出泵，将油输送入导热油加热器，将脱酸油进行二次升温后，油进入物理脱酸脱臭塔，物理脱酸脱臭塔采用脱酸塔与脱臭塔结合结构，油在上部进行二次脱酸后流入下部脱臭塔，脱臭塔内部通过设计猛犸泵喷射剂，使脱臭塔内部油与蒸汽充分接触，在高真空系统下将油中氢组分气体抽出，脱臭油由脱臭油抽出泵抽出后输送入三次油，油螺旋板换热器换热后，进入油，油板式换热器，最后进入油，水冷却器，冷却脱臭油通过抛光过滤器抛光过滤后进入脱臭油暂存罐暂存。脱臭成品油由成品油泵输送入脱脂结晶养精罐内，经过结晶养精后的含脂油由脱脂过滤泵输送入热泄过滤机，热泄过滤机将油中硬脂分离出来，脱脂成品油进入成品油暂存罐，油泵输送入成品油罐区或罐装车间，脱酸塔脱酸脱臭塔抽出的脂肪酸气体进入脂肪酸补给器，经过离心分离，脂肪酸回收系统中脂肪酸液体喷淋气体回收后进入到脂肪酸暂存罐，由脂肪酸泵输送入室外脂肪酸罐。罐区散油由发油系统计量后灌装，
包装油、油灌装机、灌装瓶。厂区设自动化总控制，生产线设备通过 PLC 控制系统完成生产。